哇哇哇！看，伊顿桥外头，现在快下雨了。给你们看哈，这是我们这个滨江路二段进入华府这边，水已经到这儿了。 这条可以，这个山区的洪水哦，哎，要注意安全哦。现在这雨大，谢谢。降不动，它降不动。漂流过后。 哎呀！哇靠！这里我还抓子是回家乡。哎呀！掉不得掉，掉不得掉，他垮了这里。走走走，我靠，快点，我把车骑起走。啊，你是上安全的，这个就是安全的。三，出发线请换险行，请及时联系所在镇政府通告。3月15号这天以来，全线。这个水还在涨，看到没有？ 我们现在在直播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直播，来欢迎进来的各位老表们。他们整个我们汕头没烟火了，没烟火了，今天是没动，药都没得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们屋头也不得了。哦哟，这个雨大，这条雨太大，哦哟，这条雨太大。 下雅那个龟孙，那还下起也下，别走路等于孬了，这是。你看一下。看一下哈，又下来一个大牛，目前下来十好几个了，十好几个牛了啊。看了都还活着，又下来一个。哦，买屁股这个地方可不稳了，走啊，回家。看哈，是小区哦，这电线杆哦，堵出来了。 这货，车开不照样要整垮？你看，明儿拍哪？你看，这是我们的龙猫市场都演完喽。这一堆瓦器，这才垮下去，一下哈就把我们就垮了。看了看了垮。你看，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！该转移的提前赶紧转移，这不知道水咋垮，我们大的家，现在目前的水已经大得很了啊！该转移的赶紧转移。 现在大缸一号都够了。啊，装的是可以多多啊！我出去，这个大缸，看一下啊。